做好事拢无钱，你莫烦恼啦，我另外袂甲你招啦，百二块啦，啊百二块啦，啊包起来，这两包一袋搁百二啦，小弟这两包两百块，一包一斤重，我无钱啦，啊拢今仔是无人，搁招我这个好朋友，大哥是咱叫咱堂弟的，来两包百二啦。我招你也袂闹皮啦，你放心，这袂闹皮的，这无钱的啦，来百二啦，你看，这钱也无闹皮的啦，你做咧无钱的，这两包鱼皮搁百二无，真多小姐这拢无钱啦，你无到买这个价啦，出来我是要个面条，一包一斤重，一包做两顿来百二啦，搁百二，上好啊，大哥，你有买无？好来，无先收听，无免讲来，下下来，下下来。下下来，麻烦问你，恁这人家敢要食泰国虾、泰国虾，还是要食啥？无来去，会记完。二波，二波，一台一百块。一台一百块，我面就给包个，好不好？来来来。其实我买了万几块尔，不知啦。是我买无？来来来来来来。我加价无真济人，几块？多少块？哎，拢无啊，无了啊！等你啦，等你啦，等你。哎呀，很多事啊，那安怎？哦。那冰啊，不能叫水，八一百。你注意看，我甲你讲，叫我了钱咧卖，今仔日是，咱讲时代无真侪人，这下仔啊，价钱，安尼卖五十，真正诶，这是讲下仔啊，这阵啊无遮贵啦，安尼就卖一百，这是啊，你这只无算诶，这三二诶啦，啊一百块啦，这大只啊。现在了，还是办好了。卖来了，我帮卖来了，再一百。再一百来，就多讲了，你多讲了。俺们领导要死了，俺们农民你莫生气哦，你多余人，你多余人，你一个辛苦够重的。我大西啦。你大西吼，你讲我厉害无？啊，俺们我跟你讲好不？我六班人。你一个天狗，但俺我甲你讲哦，你听我讲嘛，俺一盘搁两百块银，好不？我都做天狗啦。无啊，你实在是这大西人的天狗是有够重的，我实在听，怎么听袂啥的都。三百。你看，一包两百。一包两百，一包一百。啊，你找一包来。大西人，咱真正这拢，这实在是拢袂脱。我甲你讲，我用着了，我甲你对起来啦，好不？大卡啦。六座位了，你大西啊，你来坐来吃。唔得啊！你都会走啊！吃我平。唔是啦，你是唔是一定来吃三十多年啊？差不多啦。差不多啦，啊！哦，你上几多吃？讲好好听。我甲你讲，来，变啦，这变胖啦。这好啦，我陪予你看，因为即摆无三十，无真侪人啦。这一只外口七八十啦，我倒只花贵啦。啊，你看下，咱讲是卖，才两百块啦，五尾啦。你若卖只包，迄边看嘛，咱讲出来啦。哎，好，勿紧啦，勿紧啦。两百。哎，无真侪人免看，恁家人家敢要食做虾啊，还是要食啥？还够两百，还够两百。无可能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啊，咩唔拿啦？加买菜啦，得啦。我两百咪扣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够要买两百？我讲啦，安尼啦，恁老师到你家都扣了，恁老师两点都散去啦。我讲要买两百。你讲要买两百？我跟你讲，阿唔啦，你听我讲完啦，我做也剩无真侪啦，你听我讲完啦。再搁三个啦，好了，没生气啊，你把它逗那笑。被骂烤腰，被骂烤腰了。被骂烤腰了，真是啊！俺可能对着你把逗你，阿伯来俺把烤腰，我嘛是点点的啊。我阿婆，我准备买两块，你当时都来点点点。我当初你讲装来两百啦，太细太细，太细太细，阿阿爸爸了，阿爸爸你那电话那个少年的，一生没无走哦，你连讲大西人拢赢你多了，我知影啦，正常大西拢赢得出来，你看卖者，啊，四包哩啊，你讲你做啥？丢啦，太细太细，唔是啦，你听我讲，我刚才看你遇到狂气啊，靠腰，嘿，我靠腰，
等一下，不是倒夹出来哦。啊，啊，恁讲一下，含什含什么包水了？在西马靠要是很温暖的哦，要不然正常来讲，你开山都很不舍得的压出来。阿你阿你啦，等你啦，来啦。我跟你讲好不？规我跟你对号数时间，好不？对号几多啦吼？我太老皮了。嘿啦，阿婆我跟你讲啦，我说跟你真正的，你下晡三点过来看，我跟你对号数时，我后边做你要我真好，我过来行，到这路来看这钢琴，钢琴较济了。好啦好啦，啊，行重哦，这里有法度。有啦吼，较济较艰苦，慢跟上去。安尼嘞，安尼嘞，啊嘛，来啦，规日过安尼好无？啊，今嘛啦，我来你行动，你来动一下嘞。上最高靠腰安尼啊？无啦，伊袂靠腰啊。你听我。说真的，以前的台青，那个没有在靠腰的，动不动就直接拿刀拿枪了。你买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恐怖啊！他这个大的买不起啊！那个你看的，这一斤包皮，皮皮刚刚十块，这他妈起码赚几斤都出十块。老夫老妇啊！海口长很可爱。我见了没呀？我只做的，这一斤皮起码三百八块。你来看，无人卖百八啊？这还是啊？阿妈，你干啥啦？阿妈，阿妈一百块。几条啊？几大条嘞？阿妈，你看着，赶紧来。这你若要称斤嘞，一斤七百三七百五块。我跟你讲者，吼，这起码阿妈外口你袂惊贵。诶，阿你点哪个？我一种诶。你阵啊无真济人，咱莫在咧捧来捧去，四百一百块，四百一百块，你有听到？啊，无咧对个，偌济？五十啊嘛。无你卖五十嘞？我卖五十了。一百只也卖，咱讲真正，唔怕歹势，你看咱一百只也卖。啊，卖一百哦，好啦好啦，卖一百啦。你讲到一百真济哦，三了就一百安尼。好啦好啦。我个博士啊，啊。俺来，来一包啦，一包那好吃啦，发财啦，飞啦飞啦，你看啦。安尼嘞，安尼嘞，唔便宜啊，你看青年，青年叫你好啊吃。啊，青年叫你好啊吃，等你走过再讲，国道边啊。你买偌济？你讲。买偌济？十片。偌济？你下礼拜，你今日拢拜拜神。二五六日。二五六日。哦，我切切个到边啊。二五，安尼礼拜五来听。我惊我第二好啦，我尽量啊。啊，一千偌钱啊？电话你卖安尼啊？即卖嘞？诶，要看你些东西。哦，很久没有卖了。很久没有卖了。小姐，我讲真的，我很久没有卖了，所以重点就是要看一下那个大小片，大细的。有当时啊，遐大地交的，咱无好。二五六日，安尼礼拜五来拍啦，嘿。来，明天一天而已。你听我讲者，小姐，我有当时啊，因为到下礼拜五，我讲我会忘记。如果你星期一要来拿，星期五要来拿拍，星期四晚上给他打电话，然后讲者，然后你讲老板，明天我要钓一片，安尼我看他提醒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怕我忘记了。鲈鱼片啊，老贝。啊。啊，你那鲈鱼片啊，老贝。鲈鱼片。哎。我唔把你卖鲈鱼片，我卖整条的鲈鱼。鲈鱼片是冷冻的，我无你卖鲈鱼片。鲈鱼
天嘛真好食啊，九十。七台吧，八十无台。我你。来九十，出走。恁家人客到要食一个这流鱼的，这叫做烧炖的，叫做鲑鱼的，来啦来啦，我先讲下吼，恁准听我讲哦。这家拍打第一，叫做现捞的，恁这现捞的这鱼啊，这好食，拢无事。你回去吼，多盐多盐，拢无啊，拢无啊，做啊做人客，一百块。拍打啊，第一个二三百。我说说多人还是输掉，爸爸。阿妹，我爸爸问题啦，我今仔捧捧我问一遍啦，来，你们吃饱这个，不吃鱿鱼啦，不吃这个河的虾子啦，这是河啊，河蟹。来，河啊，这几只有的，有的还一点点透明的，阿妹吃。我们昨天买啥啦？拿一百块钱来啦，反正这鱿鱼一百块。一百条鱼哦，一定几头二十块，至三十块呢，一百块。一百块。是。那要吃虾的吼。老弟。一百我拢差一串，你差素菜。哎呀，我是无错，一百只换的。来来来，真正咧换的啊，足甜的哦。来一百，那要一百就一百，加减卖较袂多了。好。谢谢。那再问一百，一百块。我是那边，我在旁边啊。对，你也无报单啊？无啦，今仔无报单。公司，老早。他们不容易啊。
我甲你讲清楚，价好啦，我算较俗的啦。阿嫂，我甲你讲啊，伊是讲甲你买过，恁都听我讲过。可以看看推特啊。好了，三宝，三宝，我两点三分钟。嗯。尤其那种马尾舞的那一种，有没有看过？然后那抖抖风马尾。你问我才偌济时阵，就只只鱼仔就本来就安尼啊，袂讲你问来变细，变细只去。这若甲大只价无同款啦。遐偌济？一百七。这外口真济，大你卖，你甲比较济，这拢无甲你勉强。我甲你讲啊，我一只甲你买二十，买倒当个拢无紧就对啊。但是我无算几只啦，用卡电脑咧算。我最近看到我一个朋友，他买了一只羊驼回来养，超可爱的，纯白色的，然后他又把它洗得很干净，剪毛剪得很漂亮。你给记录啦，我来直播啦，直播啦，阿伯，记录，直播啦，阿伯，我加油，你后摆你再买一只穿西装啦。哎，你买直播组就对了。啊，你要变直播组啊？直播组是，伊是甲咱来，甲咱落个压力咱。做替咱拍广告，啊有足多人去看到，加减来甲咱买，啊买咱讲实在是安尼嘿。可以百几块吗？快杀！五龟啊，八十。去提过落去啦，剩百七，剩百七，一斤，佫差十块了，要差差不多二十块小费哦。佫个青菜。四百。上班上我们组。
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对啊，养羊驼啊，超可爱的。我想养啊，但是我没有空间养。快点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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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到这里才好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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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到这里才两百，七八种来，其他要花钱花钱。养羊啊，养羊我也觉得不错啊，羊是动物界中的小屁孩。七八多现在。对，羊驼会吐口水，那是因为你对它不好，它就吐你口水。羊肉我还觉得不错吃、啊。看到了。那零吗？哎，看到零。我是讲后背的啦。后背啊，三十多啊。后背的我唔捌，后背的。后背的啦，你吃。哦，你是咧惊前前领，以前敢是，安尼一直愈落去，就愈来愈少领。我是讲后壁前地是咧，我唔知啦，迄个无闲啊，你看迄个我煞唔知，你看那前后，你我想后壁啦，后壁我唔知，你看地方内，你阿爸你阿爸怎啊，相对，我第一个户，第二个。黄焖素养几个？养一个合法，养两个，大的要同意。